今日我把歪歪看，天佑骂名传千万，狗逼你是太泛滥，没心没肺讨人厌。回想那是两年前，快手要饭惹人怜，出个录音可算火，但是没有啥结果。先阳带你撸兄弟，带你做出高人气，没有他你算狗屁，哥你做事让人笑，胆小怕事怎么造？兄弟沈阳被人打，你却说走做王八，回头专场来解释，解释永远不好使。今天射击教育你，好好反省你自己。回想6月26，哭爹喊娘让人揍，回头埋怨一人哥，偏心阿哲把你折。不是鸡哥我说你，你跟阿哲没法比，人家总部大 VP。 回头想想你自己，又到6月28，所有人都为了家，一到干仗就必累，后台百万不续费，未知给你充了钱，一人大哥来反现。回头未知进狗笼，你又狗链加一层，此生不忘未知情，为了小钱改冠名。如今未知不上线，是否你把未知骗？小逼崽真犯贱，幼稚的粉丝请记好，离开天佑把命保。